咱来啊，这首《仁爱是够宽容，够慈悲》，咱来连续唱两摆吼，两摆来。人爱是够宽容，够慈悲，人爱袂嫉妒，人爱是袂狂，够慈悲，人爱袂嫉妒，人爱是够宽容，袂骄傲。为做见笑的事，为敬家己的你，也袂怪想起，要为着咱人，为祝福你只有欢喜真理。凡事相信，凡事忙，凡事吞论，凡事着吞论，忍耐也袂无去。主人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啊，咱的时间已经到吼，请咱备办心，要来开始咱基本步的敬拜。咱今仔日的主日是咱第三个抬杠节，好，所以请咱主人兄弟，大家备办心，要来迎接。咱的救主的降生，所以咱用感谢欢喜的心，共同要不要去？要拜。只是请咱同心阿头来祈祷。主，我的上帝，我感谢你。当我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，要来俄罗敬拜你，恳求你的圣神大圣监察我的心思意念，看我有对你我的心底来迎接你无，让我来到这个所在敬拜你，无出自勉强，是出自欢喜。意爱来就近助你，天父上帝，我来恳求你的圣神充满我，让我伫未来遮敬拜你的时，是用感谢的心来到这个所在，也让我用阿罗来敬拜你。今仔日是第三个抬杠节，我做你的子女，我这同受阮的兄弟姊妹，我拢共一样的心在仰望你。我安的期待，我要迎接我的救主的降生，通过我的主耶稣基督的降生，让我搁一遍认捌主，
你所代表的是疼，你疼世间人，唔甘世间人的沉沦，你反转多情肉体来到世间，为着你拯救我，这拢是你极大的疼，我对心底感谢你无煞。天父上帝，伫这寒冷的气候中，我公益行动教会，我诸位兄弟姊妹，大家，我的年纪拢是袂甲来细，我恳求主你医治的神，甲我正大家送到地底。未来寒冷的气候，主你保守我，看顾我，予我出入得到平安。愿主你的圣神充满我，第一步的敬拜。我也恳求你带领伫未来的这个救主圣诞的时，是我行动公益行动教会第一遍，我伫这个所在未来赞美礼拜，同时我也有圣礼殿。主恳求你的圣神做工来感动，予我主来向你姊妹，我大家会能注意这个事。这是公益行动教会六年外来第一遍伫这个所在，我。伫阮救主降生这个日子，阮要来欢喜、来庆祝、来赞美。同时也恳求主你的圣神，予感动对遮行过的遮个朋友，予因的心无受阻挡，那受天卡欢迎圣神的感动，予因会来入来甲阮同齐伫遮学罗领受阮救主的圣诞。阮下晡会敬拜，虽然气候。稍微有风有寒冷，也过阮确信主你甲阮伫底。虽然外在有真大的交叉，也过阮的心神，阮单单仰望主你，所以阮心内无受交叉。阮恳求圣神开阮的耳孔，予阮听出阮的牧师带来上帝你奥妙的真理，要来养起阮灵性就的美娘。阮将阮以下的时间拢交托给主你。我们祈祷无够的时，这个时我要用主教是我们的主祷文三甲来祈祷。我按伫天年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呢亲像伫天呢。我的日时今日好管，赦免我的过犯，亲像我要赦免过犯我的人，无得错我入去，就救我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。关联眼光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咱要来用新的改变来告别咱的信仰，伫咱的圣书单，请咱大家开声来读。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，这个界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，这两条界是专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诫命予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正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所以我们要来看一段圣经，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节到十三节，我们请我们武南兄来锻炼我们读这段圣经。各位兄弟姊妹平安，请我们来看这部这个圣经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，十三章第一节到十三节。第一节，我乃晓讲人的语言，甚至天使的语言，那无真爱，我就亲像锣的弹，钹的响。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，会了解各款的奥秘，甲各款的知识。我若有教育信心，通移山倒海，那无真爱，我就无路用。第三节，我若提所有的财产去救济，也是献身身躯予火烧，那无仁爱，对我拢无利益。仁爱是宽容，仁爱是慈悲，有仁爱就袂嫉妒，袂夸口，袂骄傲，袂做见笑的代志，袂求家己的利益，袂快的受气，
未扣分，未爱不敌，只有爱真理。人来为包容一切，对一切有信心，对一切有盼望，对一切有耐心。人爱永远存在，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未结束，讲灵语的文字未停止，知识嘛会消失。咱所捌的有限，咱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嘛有限。不过，迄个完全的一日来，迄个有限。诶，就消息。我做囡仔时，讲话亲像囡仔，意见亲像囡仔，想法嘛亲像囡仔。我既然成人，就将囡仔的事拢放下。咱现在亲像照镜伫看，模糊无明，将来会面对面看清楚。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。将来会完全了解，亲像上帝完全了解我，安尼信、盼望、真爱，这三项继续存在。其中上重要的是真爱。以上。我叫咱们来献诗哈，因咱下晡的情形，迄个真，我知的迄个交叉真大啊，所以。咱拄仔咱牧师讲，这首献诗，咱大家起立，咱同齐来吟。人也是够宽容，各有慈悲。咱请咱大家起立来吟这首。所以咱们讲到，请咱本堂诶各种牧师们讲到，哦，唱耶稣第二。